大家好，我是凡凡。现在我坐在一个秋千上面，那么如果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，那怎么把它荡起来呢？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全部那个力气啊，全部在这个脚的上面。就是在秋千刚好一下来的时候，用力一蹬啊，它就开始动了啊。你看我这个手是不借用那个外力的，就是蹬这个脚就行了。然后这个秋千就慢慢的。啊，越来越高了，哇，挺能玩的。好，我在那个第三视角啊拍一下。好了，开始了。现在开始动了啊，就是坐在这个上面，直接动动脚就可以了。从这儿下吧。多好，越来越高了，就感觉有个人在后面推我一样的。我现在不敢再登高了，登高的话太危险了。我怕这个断了，断了就麻烦了。